好，今天很特别哈、哦。今天我们办的这个活动是邀请了拔河的世界冠军及被女中的拔河队过来我们学校交流的一个活动。好、哦，那这节课我们邀请是及被女中的校长，还有教练，还有拔河队的队员们，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拔河的一些生活点滴。那下一节课我们会移动到学琴堂，然后跟我们的八年的班，还有我们的教师组的学务处的老师们会进行两场的友谊赛 ，OK， 两场友谊赛。好，所以第一个，在这个比较正式的场合，然后我们邀请了很多的贵宾过来，那所以请所有同学先保持安静。好，刚刚看了我们一下的影片跟听到音乐，啊，知道我们今天的来宾的那个对象是谁？准备好了吗 ？OK， 来。Ladies and gentlem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集美女中林校长、郭教练，还有八队的所有队员。在那个贵宾就坐的这个时间，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一次的活动非常感谢哈、哦，那个集美女中校长，还有主任，还有教练，还有那个所有拔河队的同学们来到我们桃子角。那今天我跟所有的同学们是一样哈，我也是他们的粉丝。OK， 好，所以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同学觉得很期待，或者是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有看过那个电影，我有看到他们 OK， 或是有知道他们的故事，所以这一次辅导师这边筹办这个活动，也希望透过就是从电影，从集美女中拔河队的这个故事，从我们的校内的拔河的比赛，增强我们对于除了这个体育的运动以外，也能够体会到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所有的人所付出的努力啊，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以后的未来，或者是同学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都希望有很多正面的力量。好，那我就不耽误那个大家的时间，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集美女中的校长林校长。各位主任、各位家长、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早上好。谢谢大家哈，我想今天集美女中拔河队有这个荣幸来到桃子角国民中小学，来跟同学分享我们同学们呢在练习拔河的一些生命故事哈，真的要谢谢各位的邀请。那我现在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像只有给我们45分钟嘛？哈，我想现在呢，首先你们看电影是看志气，是里面有一些是真实的，但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是为了配合剧情，有一些是不是真实的。那你们等一下如果有疑问，哪些是真实，哪些是不是真实的，可以问我们的教练跟我们的同学哈。那我现在要让各位看的是真实版的，我们在世界各地征战的一些真实的故事，也是真实的一些比赛的实况。那就请各位，我们先看一下一些真正的纪录片，好不好？
我来介绍每一段的一些说明。那其他如果以后有专业的，我再请我们的郭教练来讲，好不好？哈。我们一举就拿下了世界冠军。那去年的征战很多，这个是在苏格兰室内的拔河。那2013今年的哥伦比亚卡利的这个是最难得的，因为它是必须要在苏格兰那一场拿到前六名才可以来参加四年一次的世界赛。那各位现在让你们看的是远征瑞士的这个室外拔河锦标赛，这一场各位看一下，这四分钟真的好艰苦，我们的同学是怎么样去赢那些瑞典队身高比我们，他们身高平均180公分，体重呢也都比我们重的。这边的是我们的中华队，冠亚军赛要一个一个点名，验明正身哈。瑞士人在看台上面有10000多的观众，他们是买票进来看的。瑞士人对我们国家呢完全不认识，我们刚到瑞士的时候，他们连我们的队名都队形挂错，队名都叫错。这个是冠亚军赛的时候，各位看一下很紧张。
人被拉过去一些了，很紧张的。180公分，体重我们又是最轻的情况底下，要拿到世界冠军谈何容易，但是我们的同学做到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我现在来跟各位讲一讲我们拔河队的这些生命故事。那拔河队呢，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
书呢，就是记录我们景美女中拔河队的生命故事。我等一下把这两本书，一本就是送给校长，一本放在你们图书馆哈。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神秘女孩教我们的24件事情，哈。景美女中的拔河队同学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都比别人弱势。这些孩子来自于比较弱势的家庭，有的是原住民，有的是单亲家庭，也有一些家庭都不是非常等于是家境不是非常好的同学，当然也有家境稍微好一些的也有，不过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练拔河一条绳子拔来拔去实在是很辛苦，但是拔河绳上有他们的一些希望跟未来。好，我们现在请各位看一下，我们把这些拔河队同学的生命故事，我们把它集合起来，来讲一讲这拔河队的精神是在哪里。好，破茧而出，为什么叫破茧而出的冠军？因为拔河拉久了会长茧。那长茧其实为什么要长？为什么会长茧？因为常常用力。那这个茧呢，我们这个同学必须一段时间就要去磨那个，把那个茧磨比较平一点。但是呢，这个茧又可以，也可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要跟这个茧呢和平共处。那他们得到的冠军真的就是破茧而出，因为有时候拉用力的时候呢，茧会破掉，会流血。但是他们忍着这个血流下来。我有一次就是在南非的时候，一个同学拔到手流血了，我请那个护士把他，我们的老师把他扎好以后，叫他说你现在下来休息。但是那个同学呢告诉我，校长没关系，我一定要拔。所以呢，我们得到的冠军其实是每一次都有很让人家心疼的故事在。好，第一个拔河是他们的希望。刚刚校长讲了，因为这些孩子来自于有一些是弱势家庭，但是他们学了拔河，他们就有未来。各位同学，我们这些同学跟着我们的教练，我们这个教练是一年365天，只休息3天，就是每个等到了除夕、初一、初二，常常初三就开始要练习了。尤其像明年，我们有3场赛事，2个世界冠军，世界的世界锦标赛，1个亚洲杯，所以他们整年几乎呢都必须要去练习。但是呢，拔河对这些同学来讲，当他们拿到了这个世界的冠军，他们就是国手，可以保送到师大。好，可以保送师大，而且师大现在跟我们有很好的策略联盟，他们只要我们毕业几个同学，师大就愿意开几个缺让我们的同学过去。好，所以呢，拔河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一个门票。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我们的拔河队同学能够坚持，因为拔河是绳上有他们的希望。拔河是一种信任。各位等一下呢，也许你们在我刚刚很谢谢我们李校长为了这个活动在桃子角呢也举办了拔河比赛，相信你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你会觉得如果说拔河没有信任，前面的人只要一放手，你跌下来很可能受伤。各位，如果你们都还太小，在座的老师可能会有记忆，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的陈水扁总统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曾经举办过一次拔河比赛，全台北市的拔河比赛。那一次呢，就是有一个人把那个手臂呢都拉断了。好，所以在拔河其实它很重要的要信任。好，每一个人，我们的教练一句话，在拔河队里面比圣旨还要有用。所以大家彼此互相信任，因为你信任了以后，我们在往后所有的运动是往前，
拔河是往后，唯有拔河是往后，才是那个等于是说这种运动跟人家不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危险性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它必须要大家有信任度，好。再来，拔河是服从。各位，刚刚我跟各位讲的，我们的教练对同学来讲，你们如果看过《志气》，你们一定会觉得那个教练好凶哦。我可以告诉你，实际上的教练比电影里的还要凶，但是他不凶不行，因为一个团队他的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同学真正能够听教练的话，把教练的话呢好好的听进耳里，他的技术才会成熟。真正的训练呢，其实我们的同学在身高体重都不如人的情况底下，你必须要你的技术比别人好，你要比够在你的技巧，或者在我们同学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肌耐力哦。你一定要比，你们刚刚看的最后那个，为什么我们的同学一直拉着不肯放手，这个就是我们拔河的精神，不放手直到梦想到手。他们本来已经被拉过去一些了，但是呢我们的同学不放手，一直跟他消耗他们对方的体力，最后把他拉过来哦。所以呢这个服从非常重要，教练讲的话你要听进去，你才能够把教练说的技术做到够到位啊。好，那拔河是输得起，我们知道要比赛有输有赢，但是其实如果各位同学在座也有同学也许就是代表队，我们输的是就是赢的是英雄，输的是狗熊。有时候在这个比赛场所里头，当集美女中拿了更多的冠军以后，其实我们的压力都好大。每一次比赛，每一次出去，我都那个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背负着我们国人太多的期望。但是我们要告诉孩子，输得起，要输得起。好，你如果输不起的话，压力会更大。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每次我跟教练要带队出去，我其实如果可以的，我都说我尽量不要去。但是呢，校长不去，有时候在那个国际场合，校长不去又好像不好，哦，因为人家也会觉得，你代表的是国家，哦，好，再来，拔河是志气。我曾经告诉我们的孩子，人要有志气，要争气，才能扬眉吐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部电影要把它取名叫志气。好，那这里面呢，其实志气，一个人的志气真的很重要。你要有志气，你有梦想，你才会实现。好的，拔河是不辜负。我要告诉各位，集美女中的拔河队一路走来其实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在经费不足底下，虽然国家有一些赞助，但是其实同学们的学费，同学们的很多的吃食衣住行，比赛每一场出去都是几百万，这些经费哪里来？我们也很谢谢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企业，哦，那也有我们政府也是还蛮帮忙，只是因为我们的代表队太多，每一次没有办法全额的补助，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很辛苦的，常常在经费上面去请求企业赞助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些赞助的企业，我们要谢谢他们，就把他们的 logo 呢，就把它贴在身上。哦，所以有时候像这一次去卡利、去哥伦比亚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同学的前后左右连裤子通通都是那个 logo 的啊，因为要出去一趟。有时候不容易，要很多的经费来赞助，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不要辜负人家，好，能够尽可能的，就是争气给人家看。好，那再来呢？拔河是牺牲。我刚刚讲了，我们的教练，我有人家常常问我，校长你为什么支持拔河队？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我到集美女中今年第八年，真的看到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用心、牺牲奉献的一个教练，还有我们一群压不死的小草，这些孩子这样的努力，他们
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出人头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校长能不支持吗？好，所以呢，在这里看到他们那样的牺牲，所以校长也只好了如指掌。好，你看我们的同学，刚刚你们一定看到那个字了。其实这个年龄的高中生，女孩子是最爱漂亮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同学，刚刚你们有看到，连穿一个短裙、一个迷你裙，都是奢望，因为他们现在，必须要为了拔河牺牲啊。好，拔河是喜悦，当然就是你得到冠军的时候是喜悦，你如果输了呢，也是其实也是很心酸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刚刚从荷兰回来，其实这一次荷兰去荷兰比赛是我们的二军，有很多同学是第一次上场，跟荷兰180公分的，还有跟瑞典那个。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上场的这些同学，真的两只脚一直在发抖，所以拔河的对战经验非常重要。你们刚刚看的那些得到冠军的，都已经身经百战，那他们呢，在练习的这个过程里头，真的很用心。那我们现在今天来的这个是二军，但是他们也已经练了3年，也是很不错的同学啊。那他们也是在这3年之内，每天至少练5个小时，早上练1个小时，晚上放学以后，我们不是体育班，所以他们呢，学科课程1天8小时跟一般的班级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希望拔河队同学在学科也能够跟人家一样的好，所以他们呢，要练拔河的术科就是放学以后。哦，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他们所付出的时间有多少。好，再来，拔河是认同，我们拔河队的孩子非常有礼貌，他们在学校人缘很好。你们如果看志气里面，好像集美女中的同学有排斥他们，其实是导演故意呢创造的一些剧情，因为他觉得太平顺了，没有戏剧张力。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些冲突的情形，像主任不支持啊，或同学排斥他们，其实那两个是假的，他们为了戏剧张力的关系。那因为这些拔河队同学非常的乖巧，所以他们的家长非常很认同拔河队，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来到景美，这个生活教育跟品德教育，绝对我们会给他一个非常乖巧而且很有礼貌的女儿，所以家长非常认同。那也可以告诉各位，这有什么好处？你很有礼貌，你很有，就是品格教育方面的，他们生活教育他们是最好的，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有好多的企业，包括台北101的那个宋董事长，最近他们有一个缺额，就马上打请他的人事室的主任打电话到景美女中来。他们有一个缺额，要用拔河队的同学。很多很不错的企业就自动的要来，他们看到拔河队同学这么乖巧，所以他们愿意以拔河队同学就直接任用。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因为品格教育跟生活教育实在很重要啊。那拔河队同学，我们曾经我们主任呢特地试一次给我们在校同学看，说拔河队同学只要看到师长拿东西，绝对会跑过来的拿。但是那时候我们同学不相信，主任你特别疼拔河队，什么都讲拔河队好。然后那个主任就说，那我试一次给你看。拔河队在我们的文化走廊练习，结果主任呢就故意拿了一大箱非常重的水从那个文化走廊走过来，所有拔河队的同学看到全部手上的那个绳子全部放下来，通通跑过去，都没有人的，就很一致的通通跑过去，主任我来，抢着帮主任拿。这个就是我在这地方也告诉各位同学，多你要创造